comme ça.老板，欠你多少钱？我帮他还。哎呀，你啊！我说完了。我拿东西抵押。拿什么东西抵押？拿！你的命！你生了重病，再不一恐怕就完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里很痛吧？这里呢？我看你这些部位都痛的受不了，要是连那里都肿起来的话，就莫奇了。快去做全身电脑断层扫描，然后再回来找我。老板欠你的钱，就用手术费抵吧。